这女人的脉象有点邪性，好像双胞胎。我不管几个，是男是女吧？左脉象是男的，右脉象是女的。你不爱编的嘴里就没实话是不是？到底是男是女？不是，头里，这马经上说呀，这脉象大而薄为公，轻而弱为母。可这女人的脉象，这声响，左脉。 是大而薄，右脉是轻而弱。我这马经上也说不清楚啊。秃林，马吊女警来了。秃林，快！ 看住马，看住孩子！